若不是雪神动了手脚，不出十招之内，上古必定赢你。你比他差的，在招式，在勤奋，更在于心境。小殿下，怎么又是你？你不知道长元殿不许其他女神进入吗？白绝都对你那样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满神界都知道，白绝神尊待你不同，小殿下很是得意吧？我与白绝皆是同根同源的天地真神，他待我亲厚，自是应当。这些话你偏偏自己也就得了。若你不是我神界主神，若不是至阳真神择了白绝真神亲自教导你，以小殿下平日里的品性做派，白绝神尊又怎会高看你一眼？比起我们，你不过就是占了一个身份上的便宜罢了。你撞坏了我的风筝，不但不道歉，还羞辱顶撞我。不过就是一个风筝，小殿下如此生气，难不成是夏君说的一点没错？你身为混沌之神，不学无术，神力低微，你有什么资格做三界主神？又有什么资格入长渊殿做他的弟子？放肆！本主神没有资格，那么你就有资格了吗？我当然有，你不过是占了身份之尊，哪一点又比得过我？好，既然雪神如此狂妄，那我们就堂堂正正地比试一场。如果你赢了，我便宽恕你以下犯上之罪；如果你输了，若是我输了，雪莹甘愿受罚。好。参见小殿下。小殿下身份尊贵，夏君也不敢伤了你。我们就以这荷叶为界，谁若先掉下来，就算输。好。小殿下，你这有点太目中无人了吧？对付你足够。小殿下何时变得这么厉害？小殿下，你输了。你明明动了手脚。输就是输，堂堂主神难道输不起吗？孤地剑。小殿下约战之时言之凿凿说不会用孤地剑，可孤地剑可劈天斩地，若是小殿下用孤地剑和夏君比，那你放心，我自然会赢得光明正大，绝对不会拿神器欺负你。如今输了却拿夏君撒气，未免欺人太甚。小殿下到底是年轻气盛，开始之前也没说不能使用法术。见过白绝神尊。见过神尊，神尊莫要怪罪，雪莹就是想看看到底哪里不如小殿下，没想到侥幸赢了一时半招，却惹来小殿下如此不快。侥幸赢了，雪神说笑了。若不是雪神动了手脚，不出十招之内，上古必定赢你。你比他差的，在招式，在勤奋，更在于心境。听见了吗？还好来了个明事理的。雪神若现在请罪，说不定本殿下一开心就……住口！今日比试到此结束，都退下。是。真出息。
我们先告辞了。你不好好修炼，却在桃渊林如此胡闹，别人不过用一道法术就能将你算计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白君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好恶不言于表，这是你最该修炼的心性。雪神和众神不过说了几句，便气得你拔剑约斩，那将来三界诸神如何信你？天下如何信安？雪莹，她撞坏了我们的风筝。不过是个风筝，坏了再做便是。身为主神，身负神界安宁，今日这样，那来日呢？那风筝与你来说是个小玩意儿，与我来说不是。相公，神尊，神尊请留步。神尊莫要生雪莹的气，今日之事都是雪莹的错，只要可以让小殿下消气，雪莹甘愿做什么都可以。你若真心知错，就应该去找上古道歉，而不是到我面前惺惺作态。只是小殿下还没有消气，肯定不会轻易原谅我的。也是，那本尊便抽你一千年神力作陪，以示惩戒。什么？不愿意。方才你所说的可都是违心之言。雪莹不敢，只是雪莹司掌下界四季，若是神力受损，恐怕会牵扯甚大。还有神魔之战之时，雪莹也算是有些战功，这般处罚恐怕旁人也会非议于你。你倒是想得挺多，不过照样该罚。你明明技不如人，却不知勤加苦练，只会用些歪门邪道。我记得我早已说过，长渊殿内不许女君进入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你。小殿下，这是雪神派人送来的赔礼。区区一千年神力，比我混沌之力差远了，我才不稀罕。你笑话我？你是觉得我的混沌之力难以大成是吗？明天我就不去长渊殿了。我那风筝都坏了，他一句安慰都没有。区区一个小比武就小题大做。哎，还三界是如何颠覆的？我看他脑子颠覆了才对。气死我了。我刚才胸百绝了，他肯定生我气了，我肯定在他心中的形象已经不完美了，但是也不怨我对吧，他先凶我的，所以我在他心中的形象还是完美的。追一个人太难了，月迷说的对，就是不能抱太大希望，对吧？这个怎么办啊？